阿弥陀佛啊，开镜啊！请大家啊，请合掌。我们一起来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，用我们恭敬的心、虔诚的心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。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、诸位护法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，因为我们的正居士，就是我们雪梨净宗协会啊，我们的总干事的齐请啊，跟大家讲一讲这些八关斋戒的仪轨，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有没有？看大家好像接有收有有，师傅看起来大家的精神啊不是很好啊。其实我们经过这个疫情，大家都在家里共修啊，其实很好，方便啊。也不用开车，也不用花很多时间。一方面呢，水渴啊，也可以准备一杯咖啡，旁边呢，放一些饼干，或者放一些薯条啊、面包啊，或者汉堡啊，反正师傅讲话我照样吃啊。所以这个疫情啊，带来很多的改变啊，连我们共修也改变了。这个很有意思哦。我今天呢，跟大家讲一讲，首先跟越南的同修讲一句对不起啊。希望等一下我讲完呢，我们同修啊，为这个越南同修来说明一下，没办法，因为今天由我们正居士的邀请啊，就是为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个。八关斋戒内容的仪轨，我该怎么受持，然后怎么行持，怎么样去修行？因为我们下个星期六就是礼拜六啊，我们有做一个八关斋戒。然后礼拜天呢，做一场三十信念啊，这个三十信念是读诵的哦，读诵的，平常我们一坐下来啊，是6个小时至少，但是这个因为读诵啊，1个小时，所以礼拜天那一天呢，就是读三部，三部三十信念，
听说我们雪梨金钟学会的同修啊，对三十七念很喜欢，而且效果利益啊很大，所以我建议啊，我们的雪梨金钟学会的总干事，如果有因缘呢、啊，就每个月做一次。那这个每一个月呀、啊，可以用一个录影起来播放。大家一起来做，目的啊，就是把三十系念的功德利益，而念佛功德利益啊，回向给我们的过往的父母，我们的累劫姻亲债主，我们的啊这些啊一切众生能够蒙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也祈求呢，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啊，能够大灾化小，小灾化无，因为将来灾难啊会更多，天灾人祸会一年一年的严重。啊，这个师父说实话，说实在的，啊，将来的灾难会更严重。也更麻烦，为什么呢？不善意的嘛，而感召来的。所以希望哦，我们有这个因缘，也没有这个因缘呢、啊，也没办法。我们也不要勉强，啊，自己做，自己看，自己听，随缘，不强求哦。那今天呢、啊，我首先呢、啊、要跟大家简单一下说明这个八关斋戒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，这个时间太短了，啊，我会把那些概要的、主要性的，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，让大家能够受持这个八关斋戒，怎么受持法。啊，我们的受持之后，我们会法喜。啊，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了解呢，你们可以去看藕益大师的注解。藕益大师对八关斋戒的内容的注解讲得非常的详细，讲得非常好。大家有空可以去参观。啊，藕益大师，大家都是要知道。藕益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第九代，他老人家还没专修专弘净土的时候呢，他对戒律的研究30年，所以对戒律啊很深刻啊，你们可以去了解，去明白内容的讲义。藕益大师讲得非常好，好，没有时间跟大家说明。那今天呢？很多人说持戒啊是一桩很麻烦的一件事，而且啊很不方便，就好像不自在，好像是一个把我们的手脚啊绑得紧紧的，就好像绑手绑脚的，所以啊这个受八关斋戒不好，干脆啊就不要受了，请大家要注意，如果有这种的观念呢、啊，是不正确的观念。记得哦，如果我们有听到这种的观念呢，是不正确的、不对的观念、不对的想法，而且再加上用。严重来讲呢，就是邪知邪见的。如果他能够讲出来说持戒的一桩事很不方便、不自在啊，绑手绑脚的，就是等于说明他的习气很重，说明他的业障非常重，说明他的将来的前途都是在三途。记得这件事。
祖师大德，包括我们师父上人啊，因为师父今天一点了、啊，12点半还有一堂课啊，晚上哎呀7点还有一堂课啊，因为师父最近都在讲沙弥尼啊，很多法师都在听，现在法师啊已经将近要200个，所以每天呢、啊、要讲课啊，你看。我们师父上人呢、啊，一生讲经常常在提起嘛，为什么我们要扎三个根？第一个根是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的用意啊，就是落实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。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给小孩读的啊，我们大人也要读啊。因为这个是教我们怎么做人的根本。第二根呢是太上感应篇，所谓的提倡因果，就是慈心不杀。所以我们敬业三福里面第一条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都是落实弟子规，慈心不杀落实太上感应篇，最后修十善业。那为什么要学这个三个根呢？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根本啊！你连做人的根本都没有的，你连做人的条件都没有，你想要来生得人生，你想要来生天生在那个天道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那个是不可能哦。不要说人天福报了，说我们今生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没有份。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先做人，人做好了你才能够得到人天的福报，将来念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才是容易啊。所以你说此戒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的，尤其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我们这个时代习气烦恼重啊。你去思维观察一下，从早到晚，你的坏事多还是好事多？你的习气多还是清净心多？你一天到晚，你的嘴巴每一次都讲那些人家的不好，犯你自己的口业多还是少？管师兄是否说的话对不对呢？对。啊，你说，如果今生我们没有用戒来辅助我们的烦恼习气，你念佛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所以有时候我才常在想，我们念佛的人很多，你看我们雪莉同修的念佛超过10年的不少啊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呢还不如一个小孩，一个7岁的小孩念3年的阿弥陀佛，3年之后意志识字没有生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不如他。只是听到父亲读诵阿弥陀经，好奇阿弥陀佛是什么，父亲跟他解释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，起了一个欢喜的心，我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祈求他的父亲能不能带我到西方极乐世界。父亲跟他讲，我没办法，只有阿弥陀佛。所以他父亲告诉他，你要每天念阿弥陀佛3年，欲知时至，不生病，往生西方。我们呢，每一天呢、啊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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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喜气还在啊。你不要说别的，我们常常在口上讲放下放下，最简单，在我们的眼前，你的手机，有时候每一天呢、啊，我们把这个手机绑得紧紧的。每一天、啊、把这个时间、啊、花在手机的身上，有花多少的时间呢？
每一天看着手机看报告看这些东西，看到最后起烦恼造业，连手机都放不下，其他不用谈。所以你说呢，你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，没有份。所以不能怪祖师大德，怪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去认真学习，原因就是在这里。师父讲的比较直接、哦、如果你们有得罪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还要在澳洲混了、啊、因为如果因为这个澳洲啊，我还要在澳洲混了、哦、啊，讲实话，要不然得罪人哦，哇，以后啊那惨了啦，进不来澳洲了，那进不了雪梨了啊，所以啊，如果有讲不好的地方啊，请你们啊多多包涵，多多体谅啊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师父讲实话，讲实话的人很难做人，都是每天得罪人。哦、啊，所以你们体谅体谅我的苦心啊！哦，做师父的人就是有这个的苦衷啊，希望你们了解。所以这个戒很重要的，来辅助我们的烦恼。你看，戒。一切善从戒而生。很抱歉，我这一次忘记啊，把这个稿子啊给我们的郑总忘记了，因为最近师父太忙了啊，每天呢、啊、很忙啊，这个稿子啊，对不起哈、啊，这个戒啊，大家必须要知道的，一切善从戒而生。一切罪从戒而灭。你说你没有这个戒，等于没有规矩啊，没有规矩的生活，你说你的生活能够幸福吗？不可能的啊。这个戒是等于规矩啊。你在一个佛堂里面，一个道场，一个僧团，一个团体，如果没有规矩，你说这个生团能够和睦吗？不可能的。你这个家庭能不能兴旺？不可能。胡作非为，这个戒很重要的。所以啊，你去看一看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《般若经》啊，就是《般若波罗蜜》这个《摩诃般若经》，就是《般若经》，释迦牟尼佛花了22年。22年的时间讲这一部经，所以一切经里面最大的分量就是这一部经，啊，22年，你看哦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般若经讲了一句话哦，你们要听好哦，把你们的耳朵打开哦，好好听，把你的眼睛关注我啊，不要看着我啊。你看、哦、释迦牟尼佛、啊、在般若经讲一句话，你们要记得，如果这一生我们没办法把五戒做好，不要说得人生，记得、哦、不要说得人生，连狐狸生、啊、你也没有份。狐狸是什么？我们平常讲狐狸精啊，狐狸啊，狐狸的身份，狐狸代表什么？狐狸代表畜生道，你连狐狸身的身份、啊、你都没有机会得到。意思什么呢？你没有把戒这个规矩的生活落实在生活，规规矩矩的，你的前途只有两条，地狱跟恶鬼道。这个是真实意的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所以为什么现在人会做事不会做人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学习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用教学？为什么呢？就是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嘛。你想一想，现在的人会做事但是不会做人，所以很多问题出来，毛病出来了。
然后藕益大师啊，在这个五戒里面有讲一句话，藕益大师说了一句话很重要，你们要听好哦。藕益大师说啊，十方诸佛如来因五戒而生的，而五戒是十方诸佛的父母，所以啊，十方诸佛如来的父母是谁？五戒，因为五戒十方诸佛如来才出现于我们这个人间度化众生，整个虚空法界都是以戒来度化众生的。所以你说呢，你怎么能够说持戒不重要呢？很重要，这个是跟大家来讲一讲持戒的内容的精神的意义，让大家明白，人如果没有规矩，没有戒的方向，那就很难了。这个家庭必会败，这个国家会毁灭，这个社会会动乱，原因就是在这一个。希望你们好好去思维，今天我所讲的话是不是有道理？一个家庭，你要得到幸福快乐，你连这个根本都没有了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戒的重要，我们必须要了解。那第二个呢？这个八关斋戒要怎么样来受持？啊，比方现在疫情，我们没办法到道场，或者我们在郊外好远，而且这个郊外又没有道场，又我们身体又不健康啊，又生病又不方便，种种的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受持呢？啊，在佛陀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在佛陀的时代哦，在佛陀的时代，传授八关斋戒是一对一的哦，一对一才会有如法哦，一对一的，一个法师传一个居士哦。好，现在佛陀距离我们现在大概3000年了。我们学会，如果礼拜天要传八关斋戒，比如说来了100个，如果依佛陀的那个做法如理如法，那我们必须要请100个的法师来传授八关斋戒，你说有可能吗？不要说100个了，我们每一年雪梨净宗学院要做30信念，要请一组的法师啊，哦，都很串了。都好难啊，何况要请了100个，更不可能的事情啊。第一个，第二，时间跟空间不可能啊，地点也不可能啊。哦，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啊，就是用告诉我们，佛法是心法，最主要的要怎么样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，那个才是主要的。那怎么受持呢？比方说，我没有法师，我要在家里自己自受，我该怎么过？比如没有法师，首先我们先礼佛三拜，礼佛三拜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戒文，这个戒文来念一遍，怎么念法呢？证据是，哎，郑总把它显出来，就是跪在佛面前，跪在佛的面前，跪在佛的面前，哈。那我们呢，第一遍应该就念3遍，第一遍呢，从阿遮离，阿遮离耶蠢念，念到我当随学随做随持，念一遍之后呢，我们礼佛三拜，礼佛，礼佛之后又起来重复第二遍，又再念一遍，从阿遮离耶蠢念，
然后念到我当谁学谁做谁持，念第二遍之后呢，我们又礼佛一拜。那第三遍下面的经文我们才全部念，但是有一些我们不用念啊，比如说从阿遮离耶处念第三遍哦，念到我当谁学谁做谁持，愿阿遮离耶正知我一日一夜为净行啊。这里有优婆塞跟优婆夷，如果你们是男众，你们就念优婆塞就好；如果你们念你们是女众的，你就念优婆夷啊，优婆塞就不用念。优婆塞是男众，优婆夷是女众。所以啊，你是女众你就念优婆夷，你是男众你就念优婆塞。那念好了呢，就皈依三宝，受八学处。到这里呀，下面的那段经文呢，就不用念了。那个是法师而念的啊，你不用念，你不可能啊。你等一下说受八学处，然后上，我自己回答而。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哦，所以你自己在家里这个思源善回答而，你就不用念了啊。如果你自己念很奇怪啊，自己念做老师，自己回答做学生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八关斋戒就这样受持啊，念好了呢。三遍念好了，我们再来礼佛三拜。为什么要礼佛三拜呢？就是祈佛加持。加持什么呢？让我今天一日一夜能够斋戒清净，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而加持佛力的加持，目的就是这一个。那有人问了，这个我讲我们平常念，比如说我弟子啊，就不歌舞昼夜相慢图禅，不坐高广大床，不飞时时。我一般呢，我们就念我们的名字，我学悟，或者你们可以念我妙音啊，你们可以选择啊，就是一日一夜啊这样啊，这个就是受八关斋戒内容的仪轨，怎么样来受持？啊，传授是从上到下的，从一个法师老师对一对着一个学生，或者佛菩萨对我们的传啊。所以第一遍从阿遮离耶处念，念到我当谁学谁做谁持，我们就拜。第二遍也是一样，第三遍才全部念。啊，我当谁学谁做谁持，愿阿遮离耶正知我一日一夜为净行啊。我是男众，我就念优婆塞，皈依三宝，受八学处。所以记得下面那一段经文，我们不用念了。这样解释，听懂吗？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如果还不明白，I'm sorry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哦，好，好，这个是第一个，怎么来受持八关斋戒？哦，记得啊，不要自己念善，然后自己耳。很多我们有犯的这种毛病啊，我们再来看。在这个八关斋戒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条叫做不淫欲？有没有看到？有。OK， 这是第二段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。有人说这个不淫欲跟我们五戒不一样，五戒呢是不邪淫，在这一条呢，就是连那个正淫的关系，就是夫妻那种正淫的关系都不允许的。因为这一条的用意呢，
就是告诉我们，因为你们发愿要修清净心，既然要修清净心啊，那你要锁定啊佛的规律，佛的戒律啊，下面会跟大家说明，等一下跟大家说明。那今天呢、啊，如果我们有家庭的，我今天要受八关斋戒啊，尤其是六斋日，我要发这个受八关斋戒。你要先跟你的太太或者先生先沟通啊，沟通一下。哦，这个不隐喻啊，大家哎，郑总，你把大家选出来，等一下再回复啊。这个啊，我们受八关斋戒啊，要跟你的先生沟通一下，为什么呢？或者跟太太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没有学佛，不了解，所以因为八关斋戒最好呢，能够分开睡，不要同一个房间。为什么不要同一个房间呢？因为怕三更半夜会翻车啊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三更半夜会翻车啊，翻车的意思会忘掉了啦，一大堆会产生一些矛盾冲突，所以要沟通好啊，这个很重要的啊。有些老夫老妻啦，没关系啦啊，这个，但是有些我们年轻人的需要这些沟通一下。哎，我今天要说八关斋戒哦，我们分开一下，一天而已，沟通一下，要不然等一下先生哦，给你一个脸色看哦，你就麻烦了，你受不了了。沟通一下啊，要不然三更半夜啊，会变动的啊，会变动啊，尽量分开啊，分开。那如果今天我的家庭贫穷，只有一个房间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有些人生活很贫穷啊，但是我要受八关斋戒啊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说先沟通，能够啊，一个睡在上面，一个睡在下面，好好沟通，这样啊，其他的事啊，藕益大师里面内容有说明很清楚，你可以去学习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讲一讲，为什么佛会开这个法门呢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啊？等一下，郑总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开这个法门？八关斋戒啊，尤其我们净宗啊，如果打佛七啊，最理想的是什么？就是再加上这个八关斋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每天在念佛堂念佛啊，你哪有时间去造业、讲话这些呢？所以最理想的，尤其呢，这个八关斋戒的时间很短，只有一日一夜，但是这一日一夜的功德太大了。你看《十三业道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能够持戒、斋戒、清净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的功德，你将来能够避免堕在三恶道。告诉大家，三恶道容易进去，不容易出来啊！真的很苦的。你去《地藏经》，你看一看地藏菩萨怎么形容三恶道的，它只是一种概略而说的。如果要详细来讲，五量劫以来都讲不完的地狱的状况，三恶道一进去容易不容易出来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，人一堕三途5000劫，需要5000劫的时间才能够出来，你说有多长的时间？很长。所以人啊，有多大的糊涂啊，也不要糊涂到三恶道去，起码不要到那边去，要记得这件事。那为什么有八关斋戒呢？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修行成佛，堕入无量无边的出家众，堕入很多的在家居士，所以很多在家居士啊，对出家人的生活那一种的清净、自在、自由、快乐、幸福的羡慕啊，非常的羡慕。但是，一方面他的俗世，他的俗世啊，就是他的这个世间的事情很多，还没做完，
但是一方面想要过那种清净的生活，那种自在的生活，而很短的时间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这些居士呢，就问释迦牟尼佛，有没有一法能够帮助我们像出家人那种生活，清净的生活，而很短的时间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。释迦牟尼佛才告诉大家，有一法，就是受持八关斋戒。因为我们尘劳啊，我们世间的事情我们都还没圆满，还没做好，很多事情要处理。但是一方面呢，我们怎么能够过清净的生活，就是这个样。释迦牟尼佛才讲，哎，有一法就是八关斋戒。所以我常常主张啊，有一些人到道场来受八关斋戒，或者在家里受八关斋戒，受八关斋戒之后呢，跟平常的日常生活一样，没有什么没有区别。我不赞同，受了八关斋戒，该上班就上班，该工作的工作，该赚钱的赚钱，打电话打电话，看文件的看文件，看事情的看事情，跟打电话讲话，种种跟一般的事情啊，每天还没什么两样。如果你这样来受八关斋戒，我不大赞成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你要真正要受持八关斋戒，你要那一天一日一夜，时间很短啊，一日一夜，你那一天当天应当要接受佛的戒律，专注在八关斋戒，培养自己的清净心，什么样的俗事不要去看，也不要去管，也不要去做，该做的我们尽量不要去做，一天一日一夜专注在做这个八关斋戒，什么样的事情不要看太多。所以你看我们八关斋戒的有一条叫做什么，郑总显出来给大家看，不歌舞作业相慢图财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既然要受八关斋戒，你今天斋戒要清净啊，时间很短嘛，你要发愿，你那天发愿之后，你真的什么样的妄言放下，你真的要放下，好好念佛，好好去念佛，因为时间很短，一日一夜而已啊。你看，不歌舞昼夜相慢图财，不歌舞也不要去听歌，也不要去卡拉 OK， 也不用去跳舞，也不用去看电影，也不要去讲电话，也不要看那些什么文件，也不要看手机，也不要打电话，全部都不用。为什么呢？也不用去化妆哦，因为化妆一大堆也没必要哦。为什么？老和尚讲，浪费时间哦，因为时间很短，所以这个八关斋戒这一条，既然我们受持八关斋戒，发愿要受持，那今天应当我们怎么做？接受佛的戒律。怎么接受呢？把一切的万缘能够暂时放下，好好来修行，你才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啊。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你想一想，八关斋戒的功德有多大？简单跟大家讲，你能够一日一夜清净，而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，能够念佛，你能够将来受什么果报？六十万世衣食无忧啊。郑总把这个大家眼目看出来，六十万世哦，衣食无忧，你想一想，六十万世哎。哎，不是六世哦，六十万呢，要听懂哦。六十万世啊，意思说啊，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功德，你将来的福报就是在这个人天生在富贵之家、好德之家、好善之家，世间的福享完了，已经没办法再享受了，你要跑到哪里去？
跑到天堂去啊。天界有二十八层天呢、啊，在二十八层天里面，从道立天，然后慢慢的提升到多帅天，那个福报很大的。从道立天来看，你看道立天一天寿命这里一百年呢、啊，道立天的一天哦，我们这个世间一百年，还没其他的他化自在天呐、啊，多帅天呐、啊。花乐天呐、啊，哇，那个寿命太长了，这个福报很大。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福报放下，认真修行啊，我这个福报，天道的福报我不享受了，因为天道的福报啊是无常，不是永恒的，我要享受那种永恒的，我要放下念佛。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福报是什么福报？终身终贫啊，那个福报很大的。所以你看那个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第三十七品，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就是等于阿弥陀佛告诉我们，你在这个世间一日一夜清净心，能够持斋戒清净，你的福报超过无量寿国为上百岁，就是超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为上百年呐、啊，那个福报很大哎。所以呢，我比较主张那一天当天我们受八关斋戒，手机也不用去看，看太多很多头痛麻烦，心很烦，清净心又没有，所以尽量不要看太多。话也不要讲太多，所以在八关斋戒里面，最主要是什么？静。我们的话不要讲太多话，为什么？无量劫以来，我们跟的累劫阴亲债主，无边无边的这些累劫阴亲债主，都是从我们的口业而来的。所以你看，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：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打陀念陀时啊。虚如法生活，你想一想，所以啊，话少说一点啊。从今天开始啊、哦，该讲的要讲，不该讲哈、哦，不要讲太多啊。比如说管音量啊，跟你太太啊，对不对？该讲了，嗯，啊，不该讲了，嗯嗯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会产生冲突啊。哦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所以啊，我常常讲，人啊，读一部经不如落句一句佛的教诲。你看哦，你读一部无量寿经，还不如啊，你把无量寿经一句，你能够做到超过你读无量寿经十部一百部。要记得哦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，要把无量寿经的想法变成我们的想法，要把无量寿经的行为变成我们的行为。你今天念一百部的无量寿经，还不如你把佛陀讲一句老实话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一条里面有一段叫做不坐高广大床，有没有啊？这个最后，哎呀，不要讲太多啊，这个不坐高广大床，我们现在在外面要买那个床，几乎都大大高高的，高高大大宽宽的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啊？不坐高广大床啊，郑总啊，把啊显出来给大家，然后看大家一下。啊、嗯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这个偶遇大师啊，在这个八关斋戒里面讲的很详细，大家有空去可以看，因为我没有时间，但是我可以用一个简单跟大家说明。比方说，我家里一个床很大，啊，很宽，但是我今天要受八关斋戒。
我又不能睡在下面地下啊，冬天的时候很冷啊，这个对身体不好啊，这个寒气很重，你看师父坐在地下都感觉不舒服了，哦，着凉，真的，所以你看师父这个地下哈，这个很厚的，哦，有4层的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哦，这个床又很宽，又很大很高，那我们在该怎么办呢？不做高广大床，你可以用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你家里不是有毛巾吗？啊，洗澡的毛巾那个大的啊，大的毛巾有没有？哦，一个人用的那种，啊，大大长长的，你就把它铺在你的床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的床的范围就是这么大，就这么做法，你明白吗？但是人呢，很多毛病啊，啊，睡来睡去啊，不像以前，以前的人睡觉很整齐的哦，一睡好像死人一样，以前人家睡觉哦，好像死人一样，一个躺下去的。如如不动的那一种，现在啊，翻来翻去，翻了翻到本来翻在左边，翻到右边去了。像我以前啊，我以前跟我父亲睡觉的时候啊，你看哦，我明明我们的床都很广，你看我翻来翻去，把我爸爸把我父亲呢、啊、踢下去。那你要怎么做呢？用这个毛巾盖在这个床，啊，这个。这个我今天说八关斋戒，我就依这个毛巾的范围作为我的范围的宽度，要这样做。所以持戒是活泼的，不是死板的。啊、哦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简单跟大家说明。像你看我们现在道场，啊，如果建道场啊，给那些带在家人来挂单的，啊，那个床啊。很广很宽，一睡就是十几个人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属于犯戒啊？不能这样讲啊！哦，所以你要说是八关斋戒的，什么都不用管。所以有人问啊，师父，这个八关斋戒过午，它的最主要的是哪一条呢？它的具体是哪一条？是最后的，跟大家分享。八关斋戒的具体啊，都是着重在哪一条？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，啊，不非时时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虚狂语，不饮酒，不歌舞作乐，相慢图财，不做高广大床，不非时时。有没有看到吗？有没有？啊，大概第三行，啊，第三行最后一句“不非时时”，啊，“不非时时”的意思呢，就是教你们过午不食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啊，大家这个郑总把大家写出来。八关斋戒最主要的。它的具体啊，它的关键就是在这一条。那意思呢，不代表说其他的七条是不是不重要？不是，每一条都是平等的。那为什么要把这一条作为最重要的呢？有些人问啊，过午不食以什么样的时间为标准？很多国家不一样。啊，比方说西藏过午不食是2点，西藏哦，北京的时间，他们的过午不食的最慢11点半，泰国最迟的11点20分，印尼以什么时间最标准12点？那我们今天要以哪一个作为标准呢？我们就以时间12点为标准。12点过了1秒，这1秒呢，
如果你还有吃东西，你就属于犯戒了。哦，所以以十二点为标准。那有人说啊，师父，过不食，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，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？有人说啊，我可以吃喝蜂蜜啊，或者糖水啊，或者姜水啊，或者种种的。如果你们身体很健康的话，蜂蜜糖水也不用喝了啦，老老实实是喝白开水就够了。很多人啊找借口，你看师父以前啊过不食是怎么过不食呢？又不问清楚老师，我以为哦，哎，过十二点不能吃，就是等于十二个小时嘛，那三更半夜十二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啦。所以我每天三更半夜十二点啊，我刚刚出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刚刚出家，我每一天三更半夜啊，十二点啊，过了十分钟，好像饿鬼一样啊，去厨房啊煮面汤。以前我就有这种的不好的习惯，又搞不清楚，要老师叫我吃午，哦，那个晚上三更半夜十二点，哇，肚子好饿啊。去厨房啊，偷偷啊煮那个面泡面，哇、哦，煮好了，躲在房间慢慢吃，反正师父也不知道。阿弥陀佛，欺骗自己，欺骗众生。啊，所以很多人呐、啊、说可不可以这样？如果你身体很健康的话，那就不用吃了，也不用喝，喝白开水就好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啊，糖水、蜂蜜。可以喝。那如果我们身体不健康要吃药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持戒里面有开源，你可以吃一些食物。因为我身体不健康，我要需要补充，我需要吃药，我一定要吃一些食物，那你就吃没关系。还有很多啊。那张杰为什么把这个过不食为具体呢？很多人说斋就是吃素，吃素就是斋，那个是错误的观念。哦，吃素不代表斋，但是你持斋也可以不吃素。你看泰国那边吃都是靠那个托钵来的，他也没有什么样选择哪一个不可以吃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有荤的也有啊。那这个斋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过不食呢？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有净化的身心清净，就是远离妄想的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的生死的关键呢、啊，就是因为淫欲跟饮食。你要记得这件事哦。为什么把这一条当作具体？因为众生的生死的关键都是啊淫欲跟饮食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淫欲是生死的根本，饮食是生死的助缘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淫欲嘛。所以楞严经里面呢，佛告诉我们，淫欲不除，尘不能出啊。淫欲啊，我们的淫欲，所谓啊，爱不重不生娑婆。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，超越六道轮回，首先你必须要断淫欲，因为淫欲最难修的，所以不容易。但是我们受八关斋戒只有一天而已啊，
第二天之后我们照样啊，该做什么的该做去做，当天那一天。所以饮业是生死的根本，生死的根本，饮食就是我们生死的助缘。所以为什么把这一条作为我们的具体，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十法界里面六道里面为什么有六道，六道的根源就是因为有执着。四圣法界里面会有四圣法界，这是因为有分别，有执着有分别，所以你不能超越十法界的原因就是在这里。你能够把执着把分别心通通放下，那就等于你就成佛了。西方极乐之界就是代表这个法界。好，所以你这一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难得啊，非常难得啊，最后啊，这个最后过午不食，该吃的不该吃的我也跟你说了，如果真的你受持八关斋戒，你的身体很好，胃很好，你就尽量啊，不要连蜂蜜糖水姜果汁也不用去喝了，喝白开水更好。如果你真的身体不行，我还是不是很好，那就蜂蜜你可以喝，糖水你可以喝，这些你可以来喝。这些八关斋戒我已经跟大家简单说明了，该怎么受持，该怎么样行持，最主要的戒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八都是八条，关就是关闭，关闭什么呢？关闭我们的身口意三业，不要去造业。斋这代表清净心，然后第三戒的用意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持戒？就是有反非持恶的作用，就是反非啊。防非持恶就是不要让我们去造业的意思。换句话说啊，戒是我们法身慧命的护身符。戒就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，我们的这个法身，我们这个叫做法身，不能叫我们一般人叫这个业障身啊，不是，我们不要讲业障身，我们叫法身，我们的法身的慧命，它是一种保护。叫做那个护身符，他真的能够保佑你。所以昨天呢、有一位居士是印尼的居士，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每天哦买水果啊，买榴莲啊，买牛油果啊，买这些啊，我供在佛堂啊。”我常常跟佛讲啊，现在的水果也不便宜啊。这个老居士哦，他这个老菩萨了，我现在心里哦，每天哦想着他的孙女孙子啊，平平安安。所以啊，请教师父，我每天呐、拜这一些。我常常啊，跟这些观世音菩萨、护法神讲啊，你要保佑啊平安我家庭啊种种啊，所以我每一次啊，那个道场供养水果的哦，要说起来哦，要给我吃哦，我会跟他讲，我不要吃，我也不敢吃，为什么？你看，供养一点点的水果。要求了一大堆，哇，这个吃下去啊，消化不了了啦。所以我宁愿自己买自己的水果自己吃，哇，那个好容易消化，哎呀，心里啊很踏实。我吃那个佛堂的哦，人家供养过的那种水果，哎呀，一大堆的要求，等于啊，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好像那个好像保安来看待。
这些菩萨像啊，就如同你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他不会保佑你的。佛有慈悲，真的会保佑你，因为他爱护众生，佛有这个能力会保佑你。但是真正能够保护你的、护持你的、永恒的呢，只有戒，只有你的德行、你的断恶修善才能够真正的。所以这个戒的作用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规矩，这个规矩的主要的保护你这一生，不但能够将来的人生，也能够生在天道的享福，也能够帮助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持戒是一个很活泼、很法喜的。所以弘一大师啊，教我们怎么持戒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最后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弘一大师啊，有个善巧方便啊，比方说我要受五戒或者受八关斋戒，这个善巧方便怎么善巧方便呢？它有分为三个啊，小、中、大。怎么叫小、中、大呢？比方说五戒里面，我很想受五戒，但是这五戒里面每一条来受持我比较压力，我可不可以先来受一条两条？可不可以？而且这个五戒的功德很大哦，再加上啊有25位的护法神来保护你，那弘一大师怎么做呢？小的，小的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从一条两条，你选择哪一条，你去受，你去落实。比如说，啊，不杀生，啊，不偷盗，啊，我选择哪一条，我从这条去学习。啊，这个小的有两个，啊，中的呢有三条，啊，大的就是圆满的，就是五条。所以你可以这样学习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来。一条一条的去受持，一条一条的去学习，你可以这样做，功德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在八关斋戒里面，第一条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虚狂语，不饮诸酒，啊，这些啊就是助缘我们的，啊，那我们该怎么来护持呢？在这个八关斋戒呢？那你要好好，应当要接受佛的戒律。怎么接受法？世间的一切的俗事，这些缠绕，我们先暂时好好啊放下，好好来持斋清净啊。如果你受了八关斋戒，然后自由放任了、啊，什么叫自由放任嘛？打电话打电话，听歌也听歌，跳舞的跳舞，看电视看电视，看报告的报告，每天啊跟这个手机在一起又讲电话，那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去受八关斋戒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哦，这个就是我的说法啊。今天呢、啊、讲到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。如果要讲不远的地方，你们啊可以好好去看弘一大师的注解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六礼拜天啊，我们啊来一起啊来八关斋戒啊，来做善事习念啊啊。我也要求，如果我们有过往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一些家亲眷属，这49天内，这49天内要回向的给他们呢、啊、你就可以找证据师啊，我善事习念结束，师父会来念回向啊，来给大家借个缘。现在啊我们啊来一起回向啊，如果今天有讲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啊，如果有得罪的话啊，请大家原谅，要不然呢、啊、以后啊我在这个澳洲啊没得混了 啊， 啊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